对着这民进党党内这初选开始有这个会有比啊，个这收大个情形，今仔有几哪位这民进党立委来表示讲，因会当体会所争抢的心情，啊，不过有哪拢徛出来呼吁讲哦，这党啊真正爱团结，啊，个有风度。民进党总统初选第二场政见发表会，出现会摇臂参选人之一的苏贞昌，面对蔡英文拍出唯一支持的文宣，无聊阁讲苏贞昌民调悬是国民党动用龙溪会做选，让苏贞昌挡袂掉。其实看伫港党同志的眼内，嘛有人为伊抱不平。这样的说法其实当然反映出他的心情哈。如果说连这样的心情的感受都不能讲哦，那这个未免也太强人所难了。所以两边人都要互相都要自我克制。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有影响的话，应该交给党中央的整个选务小组来处理。要不然的话，这个如果两边在互相在隔空开火，我觉得其实难免会重蹈2008年的这个互相杀到刀刀见骨。为着总统的初选爆发港党的攻击，唔但苏贞昌在政见会顶冠真感慨，倒来立委嘛看袂落去，呼吁两边的发言人嘛爱有所站在，片面阁出现港党跳破冰，含2008年共款，颠倒会输起大选。你看苏贞昌一讲话，今天马上就有报纸帮他做头版头啊，这个对我们的初选是很伤的。党内同志拢站出来，希望民进党会当团结，在初选的过程嘛要提出风度，若要连港党嘛拢出动手，对民进党和支持者拢是伤害。接下来卢志佳台北报道。